嘿，大家好，今日介绍一个位于大埔巴士总站的大型屋苑——大埔中心。今日介绍一个是建筑498尺，实用391尺，是房租为主的，户型是属于两房两厅。好，先大家入屋参观一下先啦。入屋的右手边是一个厨房嚟嘅，前业主用嗰个双头猪石炉。一部抽油烟机，同埋预留咗嗰个洗衣机位，同埋一个雪柜位。好，再大开望望个洗手间啦。洗手间虽然似设计有窗嘅。浴缸，好，再大家去望望个睡房，睡房非常之正，景观是乐园池景。好，再大家去望望另一个睡房啦。另一个睡房因为下嘅一个设计，景观一样系乐园自景。好，再大家去望望个厅啦。先大家去望望个客厅，客厅景观都是乐园景为主。这个是饭厅，空间非常充裕。这个单位业主是房租为主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對於單位有興趣的話，請聯絡我們4921雨田地產，多謝大家收睇。